为小犬台风来袭，中山店这间百货周年庆活动五号开跑，百货董事长也来助阵，一个一个摊位跑，陪着员工喊口号，把现场气氛炒到最嗨。看到外头甚至门都还没开，就聚集了超过百人排队，出动椅子、地垫来卡位。除了抢周年庆，也要追星。早上五点，阿夸元少年。11点，百货大门一开，人潮马上涌现。婆妈相约抢便宜，瞄准一级战区。我其实主要是这个跟另外他的另外一瓶，所以应该是在5万多块左右吧。长庚周年庆，百货全馆满5000送5000点，化妆品单笔满2000送2000点。除了美妆，业者也观察到解封后出国户外运动增加，带动户外用品业绩抢抢棍。因为其实在现在来说，就是出国跟户外运动来说，它的一个需求来说是相对来说是提升的。那整体我们在户外机能性的一个商品部分来说，也较去年是成长了27%的一个增长幅度。刚好碰上双十连假，也期望假期可以带动业绩成长。不仅是星光三月南西店，美丽华周年庆一样在5号登场，全馆满5000送500元的电子商品券，环球购物中心家电健康器材满万送1000元的电子商品券，大业高岛屋化妆品满3800送1600点，磨刀霍霍准备大抢一波国庆廉价商机。体育新闻，谢文强、玉杰台北城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